就是早上那个一派有提案的，就是现实批的短片计划。哦，然后今天我们有做的一些事，第一个是先把那个国昌老师选制很有问题这个开始，录音档已经上传了，然后一派开始初剪。哇，好强哦！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动画师，他会做一些动画。那我们画了一些很看不太懂的图，但是希望之后会变成精美的动画图。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挖了数个小坑，就是一坑是5分钟，然后我估计5分钟需要花的时间应该大概是20分钟左右吧。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大概20分钟可以来听一下。总共现在有上传三个不同的录音档，然后需要2D 动画制作，因为现在只有找到一位动画师，所以还有5支片子，我们需要很多动画师哈。然后征求剪辑来帮一下孕妇一趴的忙，然后征求逐字稿大军。这个很欢迎大家不想动脑筋的时候可以听一下，上一下那个上一下宪法课。我个人昨天去上课之后觉得非常有收获，真的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